I'm right, I'm right. Jack. Rose. 对，就是。你这个话，你是我对你讲的，你莫放弃机会啦，你还是要回我。可是我，咱就手一个捞下来，安尼这个机会，咱就好滴啦。可以投靠头吗？可以吗？对啊，就是知道投靠头啊。好。那个一步接触不到的。对，就是。反正我这一场已经跨过去了。对对对对。因为去靠到他这边的额头。是是是。Okay. 玉婷的右手有手套，你的左手有，就大家一起去分享。哦，就是一双一起用就对了。一只一只的手套。大家好，观察。你是够吃饭哦！快！快！停下！我来收掉的，无怪你开关啦，啊，你船都准备顶上来。死在遮，我想要看到我死的时阵，穿防寒衣，啊你说什么拢无穿，等到有人认为我是自私的渣男。你什么时阵啊？搁咧顾形象？你有包哦？敢唔免啊？我跟你讲，人在世之前啊，什么可能形象无重要？等到是死啊，你的形象最重要啦。你真正是黑乌鸦呢？你纠缠家己的准头耍，连我拢纠缠不了。好多，像冬天的这般不作样。告诉我，那就只有钱到我了。安尼这个机会，任你获利啊！你这样连还等于鸟啊？你是破案战士啊？我讲实在，你想要到那个防寒衣女巫啊？你让我怪你家，我没有罪名啊。所以啊，你给他穿好了哦，啊。哎哎，阿妹啊，你欢喜。这鬼来找我！哎，叫你情况你有情况了，那就两头算了。我你是咧扮鬼的，小心！你也是死啊！你一定要小心的，扮你一个人就是不好了。你讲这话，啊逻辑你真奇怪，你有恁爸妈，啊够恁讲，啊伊若是失去你，伊拢会小心嘛对吧？啊，好了，我做回妈了。我这个话啊，也是我对你讲的，你莫趁这个机会啊，对我是我袂忘啊。这是我要讲的吧？我看，你来解决，有讲十多话啊，安尼无？你有无感觉，这么愈来愈滑咧？
别讲啥，你若是欢喜，无你手干嘛用啊？如果你嘛计较讲一段我话，我一条我咧讲，我最大呢。喂，哎呀，那真正我是了伊空气，强起来，这真正叫袂精神啊！如果你不是真的妈妈，给你去妈妈，我就无，我今日死也无机会啊！咱就得要手牵手，去你某无通啊！啊，去妈妈，妈咪呀，讲啥呢？我介意。迄天记者会，啊？什么？什么记者会？啊，好嘞。安尼一讲，我阁真正有淡薄。我就是我真正介意你，就烦你。我后来真正发烧啊！这样，我不要做了。以前，天干老师说，你嘛，你当查问你我。我讲是死哦。啊，不会啦，哎，其他较清楚啊，啊，你通讲出去啊，真紧啊，是有人来救咱啦，你好吧？对哦，咱刚才可是你死去嘞，我开始出去幻听了。我跟你，我出现幻觉了。